我真的想好，我买都没瞧好哎。好多人在问我这个口红是什么型号，忘了，蓝芝的，就是这个颜色。然后今天呢，是我自由的一天，因为松完寿回去老家过母亲节了，唉，真是松快。但我今天也要跟我的亲生姐姐一起去买蛋糕给妈妈，就现在等我姐来接我，一起给我妈一个小惊喜。今天是很可爱的可爱可爱系列，屁股好酸哦，昨天跟松软兽在那边打羽毛球，他还说什么输的人要做菜，谁35分就赢了，哈哈哈哈，我怎么可能输给47岁的老年人。姐姐，哎、no, 会有动物帮你遮起来的。好啊，姐姐，他的鼻子是做的。不好笑，不好笑。姐姐今天走了一个越南东南亚风的穿搭。今天打扮就是图一个下班轻松的感觉，平常已经这么体面了，私下应该是要有一些反差，这才是人生。你不要再给我讲一些 IG 上面的文章了。干嘛？什么？重新弄一下，我都买都没瞧好，我买都没瞧好哎、欸。好了好了好了，再一次机会哦，好好好。这是我奶没有瞧好的亲生姐姐。最近要干嘛呢？你最近心情很好。为什么？谈恋爱了吗？真是个傻爸哦。哦，看到我们的蛋糕了。那你最好帮我说。这是我们的蛋糕，这个是哪里来的蛋糕？新竹的亚罗曼。一个大概要2400块新台币，反正妈妈也不 care 蛋糕，妈妈是个很务实的人，妈妈也不 care 康乃馨，妈妈只 care 你给她钱就可以了。哼。那姐姐，你有看我上一集吗？我去绿世界玩欸，那天新竹北埔绿世界，北埔绿世界不能念颠倒。可是我看到旁边有个穿着大妈的衣服，那个是你老公吗？什么大妈？那是我老公啊，什么大妈的衣服？就是有花衬衫配那个。对啊对啊，还有网友留言说以为那是我伯母，他以为那是我妈。那我真的是以为啊，真的。我妈不会穿那种衣服，我妈喜欢穿史努比臃肿风。我妈喜欢穿就是很像就是潜水衣，然后很紧，然后上面会有很多卡通图案的衣服。从小就逼我们穿史努比的衣服，对，他说狂买史努比的衣服给我们穿，逼我们穿史努比衣服。狂买大圆摆六楼，根本就是史努比的忠实粉丝啊！我当然会帮你弄猪脸呐、啊，你没有熊脸，你只有猪脸。啊、哦，我不想当猪哎、欸。不行，你是选好你是猪脸呐、啊。什么？这就是我亲生的母亲。像一只猪，哎、欸、，BMI 痛过，什么像一只猪？哎，胆固醇过高而已，怎么像一只猪？哈密鸡蛋糕，耶！你拍一下，我拍一下，我拍一下，这样很贪吃吗？啊，不行啊，这样皱纹太多了，再一张，再一张，那来一张比较看起来不贪吃。你要帮我美肌啊，那么丑，要拍有那种做作照的啊，快点帮我拍做作照的。2000 years later。妈妈，你在经营 IG 吗？还是 FB？ 不是啦，做作照自己留着看的。自己留着看，为什么要做作？自己看还要这样子，假装很少女啊。
步骤一拿起蛋糕放在脸上，这样脸看得比较小。然后要装得很甜美，快，看很甜美呢。你甜美吗？眼睛假装很大。我们又来到了全新主人最爱的巨城，接下来要等一个神秘嘉宾，是一个很少会见到他的重量级人物，等一下到了你们就知道了。今天巨城真是卯足了劲呢，连一楼都有钢琴的摊位。很久以前的粉丝应该会知道，其实艾莉还是会弹钢琴的，只是好久没弹了，好怀念哦。之前花了70000块买了一台钢琴，结果现在都没在弹。我们的神秘嘉宾到了，耶！有一只猪。我很想他，结果我母亲好像一点都没有很高兴看到我。哇，黑盆。其实我平常都叫他妈咪啊。啊。因为可以这样子。嗯、好丑的宝宝，没有你那么丑的宝宝。妈咪，走，走开，送去孤儿院。该死。今天我们要看炸鸡女神，因为我是安海瑟薇的 big fan。Big Fans 二号，我没有，你没有吗？有你不喜欢海瑟薇哦？她太美了，追求不到，所以不喜欢。嗯、什么鬼呀、啊？还是你比较想看《名侦探皮卡丘》？如果卡拉拉有出电影，我一定会去看。不要再卡拉拉了啦！大家不知道什么是卡拉拉，上一集有说到，卡拉拉就是他的卡拉赫拉的简称，就是卡拉拉，卡拉鸡腿堡。所以我非常建议各位以后如果在艾莉的频道底下有看到很多攻击的留言，请给那些攻击留言的人一条活路。我为什么会这么讲？因为他们在现实生活里面都是被人家欺负的一群，只能够在这个视频上面出出气。对，那就让他们出气吧，替他们觉得很可怜啦，因为他们只剩下那个小小的荧幕可以发表一下言论，可以去攻击别人。他们在现实生活里面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被人家欺负的那一个。对啊，放过那些攻击我的人吧，他们已经 so sad 了。超级好笑的啦！蔡小肚皮破掉了，怎样？你觉得好看吗？演技很好，非常有娱乐价值，非常好看。是不是让你充满乐趣的能量啊？乐趣的能量，什么叫乐趣？就补充一些嗨能量啊。对啊，电影就是要这样，不然你花钱干嘛？现在要去 eat something， 是吃一些 supper。有粉丝说我们的英文能力要加强。英文就是要多多的 practice， 你才会就是进步啊。但是英文烂就不讲，那怎么进步？吃日本料理做八排，我一定会点冰清酒。为什么？只是我以前灌肠科的那个牌子我忘记了，什么二哥三的，本来很想推荐给大家。你是不是今天回家之后有一些事情？没有，所以才喝酒。不是，真的没有，今天没有要做。其实清酒有没有加苏打水或是气泡水都很好喝，真的。好了啊，好，干嘛？赶快喝，我又不
喝酒的，啤酒不沾的好宝宝。嗯。还有高雄有一家在以前旧的汉神百货附近，那边有一家名字我忘记了，叫什么玉的，那家高雄日本料理真的很不错，这月姐带你去吃。那你之前是跟谁去的？没有，真的没有，我都自己去。你最好是自己一个人去日本料理啊。真的、啊？干嘛？三色布丁豆啊，来新竹必吃。可能在下集或下下集，我会带艾里去吃一家我非常喜欢的他前女友吃过的店。没有，真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的是是那个钢琴酒吧的女老板追我。靠杯，他追你然后怎样啊？你们又怎么样啦？其实也没有啦，是因为以前做房地产都带到他店里谈生意。怎样？又小有起色，然后就爱上你了是吗？啊，我们年龄相仿啊，我们年龄相仿，他大概小我2岁而已，所以当然没有你这么年轻哦。然后呢，又一夜情了？没有，怎么可能？你每次都讲一讲说你认识谁谁谁，然后之后你们就一夜情了？没有，真的没有。林秀瑶，林秀瑶每次讲一讲就开始一夜情。这次赶快走。什么啦？刚刚遇到我的快乐小粉丝了，今天被遇到2次，连坐在路边吃日本料理都被认出来，真的是好感谢你们支持我。刚刚看到粉丝，每个人都很理性，每个人都非常有礼貌，非常庆幸在这个地方，特别谢谢你们。说是女生的，你有发现吗？我黑粉。下次如果有粉丝在路上再遇见艾琳，麻烦请就把我当路人，就根本不需要理我。我不太希望。我不太喜欢被认出来。并不是因为不想公开我的身份或是怎么样，我只是希望说去支援他所有的需求。嗯，那你为什么把我的芋圆吃掉？哪有啊，再叫一碗就好了，你是白痴啊。你现在身上都酒味好浓厚哦，妈的，跟酒鬼在一起哦。他妈的，你不是出来卖？我老公竟然讲我出来卖，像我有一种上酒家把女孩子买出来的感觉。其实他只是一个一直包我出场的大叔，真好赚。你别送我。我现在回家了，没有，我现在回店里了，要送客人回去了，再见。姑婆有说很想你吗？姑婆她的饮食完全不忌口，所以长寿不长寿根本跟饮食没关吗？完全没关系，我觉得跟个人体质有关耶。她到现在还是一直吃甜的，很甜很甜很甜，很油很油的肥猪肉。你说每天每天都吃，每天都吃，进来精神饱，然后气色好了跟什么一样，这么厉害？对啊，所以真的跟那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可能啊，可能是因为他没结婚没小孩，所以没有家庭负担、所以没有烦恼，所以就活得很快乐。就跟我们一样。所以心灵的健康真的比较重要。对啊，真的。